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无量寿经解》第689面，689面第六行啊，最后两个字看起。第六行，大事不诸文臣，泛文自信，是为端耳。如是眼神不诸色尘，泛观自信，是为端目。如是六根不诸六尘，朗照心源，方明端正，故为第一也。这段文说的是《楞严经》里面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信称无上道，观音菩萨他是怎么成佛的，他是怎么修的，在楞严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，就是经文里面讲的过自端守，端正身心啊。以观音菩萨为例子，观音菩萨是耳根啊，他的功夫啊是六根里面的耳根，耳是对外面的啊，他的境界是音声。我们一般人耳都是向外，会被外面境界影响啊。观音菩萨呢，他用的是相反的，他闻自性啊，不像外面啊，就不住文臣，文臣就是阴身啊，所以他回过头来反闻自性，用这个方法他得到禅定，从禅定里面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成佛了。如果我们对外，肯定会被外面境界染污啊，受外面境界的影响啊，生起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，生起贪嗔痴慢，这就叫造业了。啊，用菩萨这个例子，我们将它引申。啊，如果我们眼不住色尘，眼的对象是色。啊，不住色尘，能够反观自性，那我们的眼就端正了。啊，观世音菩萨耳根端正了，啊，眼也端正了。啊，如是六根不诸六尘，朗照心源呢，方明端正，故为第一。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，不是初学的境界啊，连老修也达不到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
啊，这功夫不容易啊。那么现在，在这个时代，能够用观世音菩萨这种方法的，可能就找不到了。没有人能够像观音菩萨。啊，那我们要成就怎么办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念佛。这个方法跟梵文自信比起来容易太多了。那翻过来之后，眼所见的是色性，耳所听的是闻性。那身所处的是处性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懂得，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，讲的很详细。啊，可是做不到啊！啊，念佛这个方法呢，我们有地方下手，我们能做到。啊，念佛容易，功夫浅深不等。讲到最深处，比观世音菩萨这个方法还要高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，或者在一切法门当中啊，念佛是第一了。啊，念佛人也必须要端正身心。不但我们往生有把握，往生的品位就很高了。啊，所以前面前的解释，身心端正呢，举儒家的四无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啊，取这个。啊，那我们六根不应该接触的，我们尽量远离。啊，这样就好。啊，凡夫烦恼习气很重，只有远离干扰，这是最高明的一个方法。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，对我们染污最严重的，这个要知道，叫电视、网络啊，染污非常严重啊。早年我们在美国，美国的学校，小学一年级，小朋友就开始用电视，用这个电脑。啊，那时候韩馆长在世，他的孙子上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。啊，电脑在功课上倒不多。啊，他去看游戏的节目非常多。啊，晚上睡觉躲在被窝里面看。啊，内容我不清楚，有人告诉我内容全是负面的，杀盗淫妄。那小孩从小就开始学这些东西，长大能不叛逆吗？啊，所以许多家长我们遇到都说孩子难教，为什么难教？他已经学坏了。中国古人说得好啊，
教儿婴孩，教夫出来。啊，要想把小孩教好，什么时候教啊？婴孩，婴孩刚出生呢。这种教学法只有中国古人懂得，啊，而且在中国是世代相传。农村妇女没有念过书，啊，没有知识，但是她懂得怎样教小孩，她有这个本事，啊，有这种常识，这个常识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。怀孕期间，这个母亲起心动念会影响胎儿，言行举止也会影响胎儿，啊，所以在中国古礼里面有怀孕的这个礼节，这就属于胎教，啊，母亲一定要懂得你的情绪，啊，你的举止跟胎儿有密切的关系，你举止端详，这个小孩的根就扎得好啊。啊，如果心情不好，将来小孩心情就坏了，它影响他出生之后。啊，父母在小孩面前一定要守礼，是吧？教小孩呀，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他睁开眼睛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已经在学习了，出生下就在开始学习了。所以啊，你给他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，没有负面的，这个孩子将来就成圣成贤了。啊，身心端正呐！啊，父母教的。啊，长大之后，虽然踏进社会，当然免不了受染污，基础好。更好啊！啊，他在接触外面境界，他懂得是非，他懂得邪正，啊，所以他有能力辨别。啊，现在小孩不行了，啊，从小接受的就是负面教育，啊，真的。从小到大，他耳朵所听的就是斗争，啊，竞争、斗争，学会了自私自利，啊，没有爱心，没有慈悲心，啊，现在这个社会。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啊，典籍存在，没有人去念了，有念的人没有人去做了，啊，这是我们非常忧虑担心的一桩事情，啊，怕古圣先贤这种好东西啊，非常可能失传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能做到的，只是将这些好东西大量翻印。啊，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地方都能收藏。我们对象是大学图书馆。
啊，城市里面的公立图书馆，啊，可是没有人读，没有人真正把它落实，没有人将它发扬光大，这是危机。啊，灾难确实是非常频繁，大家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啊。我不接触媒体，啊，五十年来，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啊，才能保持一点清静。我每天所看的是经，佛经，啊，也看一点古圣先贤的这些书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保护自己，避免染污。啊，那么今天像我这样的人有不多。我们担心的底下一代怎么办？现在灾难频繁。频率月月上升了，灾情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所以很多人心慌。啊，这也是正常现象。不过我们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知道，救自己。救家庭，除念佛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这个一定要认识。啊，灾难来的时候，一定要一心不动。要坦然，要镇定。啊，你才有智慧。如果能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那非常之好。啊，灾难当中，我们知道许许多多人都是死于惊慌失措。啊，也就是讲被吓死了。啊，被吓死的人很多，啊，这是我们可以避免的。啊，我们了解，不害怕。啊，实在说，美国这个电影片能找到2012这个片子，多看看，多看什么？看成习惯了。啊，灾难就是这样子。你就了解了，你就不害怕了。没有见过突然来的时候，真的会惊慌失措，会被吓死。啊，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清净阿弥陀佛，平常要把心量拓开，啊，大公无私，能够舍己为人。啊，我为人人呢、啊，
人人为我。啊，先不求人人为我，先只顾我为人人。啊，你去修善积德了。佛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，人在这个世间有共业有别业，每个人不一样，是别业。啊，如果大灾难，我们有共业，也会在大灾难当中走了。走了是不是不幸呢？未必然。每一个人的造作，就是去处不相同啊。造物的人，这灾难当中走的，他到恶道去了；行善的人，他到善道去了。啊，学佛的人，真正学佛，能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的人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修善积德，他对这个世缘有留念，不想离开。啊，他又生到人道来了，二来生会比今生更幸福、更美满。啊，所以学佛必定要知道，人没有生死啊！啊，我们自己永远没有生死，这是真的。生死是这个肉躯啊。这个肉身有生死，肉身不是我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这个道理没懂，不懂啊，你这个佛是白学了啊！我是不生不灭，是永恒的啊！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在报告里的说：“何其自性，本不生，本无生灭，啊，不生不灭。”这他见到的事实。啊，肉体丢掉了，有一个灵性的身体。这个身体不是物质啊，这个身体好，我们肉体有束缚，不自由啊。灵性摆脱这个身体之后，得大自在呀。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好好的修我们那个灵体，这身体不重要啊，可别让我们的灵体跑到三恶道去了，那就错了，那真的叫大错了啊！一定要修善积德，帮助我们灵体不断向上提升啊，修净土的人，佛在此地劝我们端正身心，与善相应啊。这个目的何在呢？到西方极乐世界提升我们的品位啊。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，
啊，这是应该要去做的。啊，现在在这个世间，受一点苦好，受一点委屈更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世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我们对这个世间呢，没有留念的心呢。我们离开容易啊，情之深的人很难离开。啊，我们不肯放下，有人逼着我们放下，是好事情，不是坏事情。啊，对于逼迫我们的人，我们要生感恩的心。啊，他逼着我们放下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帮助我们超生了。所以大乘佛法里的说，仁者无敌，仁者是菩萨，菩萨永远不跟人对立，这叫无敌。不但不跟人对立，跟一切万物都没有对立。啊，知道虚空法界，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只有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啊，这叫修菩萨道。啊，所以我们六根绝不贪外面的境界，眼不贪色，耳不贪声，鼻不贪香，舌不贪味。你的心就清净了。啊，只要有贪嗔痴慢呢，你的心就不清净，就染污了。啊，经题上教导我们的清净平等觉，那就是修学的目标。啊，我们能够得清净心，你就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佛在经上常说啊，心净则佛土净啊。极乐世界是净土，是清净心现的。阿弥陀佛的清净心现的，也需要我们自己的清净心。自己心不清净呢，跟阿弥陀佛冲突，没有感应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清净。别人要贪嗔痴慢，我们跟他们有冲突啊。我们不要贪嗔痴慢，他要贪嗔痴慢，再给他嘛。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不要，他要。所以，菩萨跟一切众生永远不会有冲突。啊，没有利害关系。啊，我们要的是清净心。要的是平等心，要的是慈悲心。啊，这就是智慧光明啊，朗照心灵。啊，这是真正的端正，真正的第一。啊，下面说身心境界与善相应。啊，一同居上之前身而已。啊，浅言之呢，身心立垢污染。
但我们初学，这非常管用啊！啊，凡是有染污，我们远离，不受染污。啊，生活当中一定要平淡，要随缘。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，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这叫修行。啊，随缘妙用啊！啊，身之所行，口之所言，意之所思，习是善也。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？现在跟初学不一样。啊，初学的时候，心里所想的是仁义道德，是无戒是善。啊，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定要跟他相应，绝不能违背。啊，最近这十几年来，我们特别重视啊，提倡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页，啊，跟沙弥律仪。净宗学会成立之先，这20多年前，啊，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的，啊，第二个是在加州，在旧金山，美国净宗学会。啊，这两个会现在还都在。啊，当时我们提出，我们行门5个科目。啊，行门是真干呐。啊，第一个科目就是净业三福，那是修行的总的指导原则。师尊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，这都重要。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菩萨修行成佛，一定要遵守这三条。啊，你不遵守这三条，你不会成就。啊，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修行最高指导原则。那头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怎么做？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你把《弟子规》真正做到了，这个孝亲尊师，你就体会到了。啊，不是深层的体会，是开始有一点体会了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做到，孝亲尊师你说说而已，你体会不到。体会一定要自己切入境界才知道，像吃东西一样，吃到口里才知道滋味。怎么讲都没用处啊，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尝到，你讲出来才有味道啊！啊，不是亲身做到的不行呐，总是各一层呐。啊，说得再好，别人听了怎么样呢？
听不出味道，不能感动人。啊，亲身体验的，你向别人讲解的时候，人家听到受感动会流眼泪啊。啊，你做的越多，你体会就越深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胡晓林的报告最清楚啊。啊，特别是他最后，他父亲在病重的时候，那四个月他照顾他的父亲，惊到吓到了。啊，这是现在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的。啊，他做到了。他在《弟子规》体会就深了。啊，感应篇十三页都是要去做的，啊，孝亲尊师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，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，后头一句修十三页，这就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把这个学习的顺序排出来了，从《弟子规》学习，再修感应篇，最后修十三页。那么前面两个没有，十三页道都是空的。啊，我们冷静、细心观察，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学佛的。出家的，在家的，啊，在家的，十善业道没做到；出家的，沙弥律仪没做到。不但沙弥律仪没做到，《弟子规》也没做到。佛教怎么能不衰呢？不但衰啊，恐怕将来没有了，会在中国消失掉了。啊，没有人真正干，佛教在中国就变质，变成什么？充其量变成学术。嗯，像伦敦啊，这几所大学汉学系里面所学习的，我们去看过啊，把佛的经典当作世间一门学术来研究，它变成世间法。啊，它变成知识而不是智慧。啊，儒释道全变成知识了。在古时候中国不是的，儒释道全是智慧啊。佛讲求大彻大悟，道也讲求开悟。儒也讲求开悟，啊，开悟才真正管用啊！不开悟的不管用啊！啊，那今天要开悟，你就要得走开悟的路。佛教给我们这条道路就是开悟的道路。你看，先把规矩学好啊，这是第一条啊，戒三佛头一条啊。头一条做好之后，才能升级学第二条。第二条呢，受持三规，
三归是觉真经啊，这是修行最高的理念，如何能达到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啊，佛是觉的意思啊，见到佛像，听到佛的名号，就要提起觉不迷。听到人读经，看到经本，就要想到正而不邪。啊，看见出家人，他就提醒我们，静而不染。啊，他染不染我们不要管，他提醒我，提醒我。静而不染啊，他这个形象教我啊，他自己染不染与我不相干的，我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，我就想到静而不染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这叫三归啊，是归依自信的 啊归依自信觉、自信正、自信净啊。现在受三归的人有没有这个念头？没有，三归完了就完了，一切都完了啊，拿到皈依证，啊，我是皈依三宝了。啊，你看他，他还是迷而不觉，邪而不正，染而不净，还是搞得迷些染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具足众戒，不三违。不犯威仪啊，众戒在家的是五戒、十戒啊，就八关斋戒啊，在家有菩萨戒，出家有沙弥戒啊，沙弥律仪，有比丘戒，有菩萨戒。那个五戒十善三规都没有，哪来的中戒啊？古人早就忧虑了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，藕益大师对这个事情非常忧虑，明朝末年，距离我们现在300多年，啊，差不多有400年了。明朝末年，啊，400年前的人为这个事情就非常忧虑，啊，怕佛法在这个世间失传了，啊，虽然佛说了。他老人家的法运12000年啊，我们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，释迦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啊，那12000年已经过去了3000年了。后面这个9000年啊，我们是后面这9000年的开始，再过38年，佛的法运还很长，不至于断掉啊。真正修行的人
我们没见到，肯定有。啊，我曾经将这个问题向张家大师请教过，张家大师叫我放心。佛教不会灭，但是有兴有衰，啊，这是肯定的。现在呢，是衰到谷底了，啊，要兴不会突然兴起来，啊，最快呀，恐怕在100年以后。啊，200年以后肯定兴旺起来。啊，为什么？对佛法认识的人啊，逐渐会多了。啊，这些是什么人？科学家。啊，近代科学研究的报告，很多跟佛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让这些科学家们呢非常惊讶了。啊，几千年前佛经上所说的，现在被科学证明了，他当然会复现。啊，将来出家学佛的，可能都是在科学上有非常伟大的成就，啊，他们回过头来，那很快他就成佛了，啊，因为他们的研究已经达到开悟，也就是大彻大悟的边缘。只要他真正能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他就成了。而且他放下比我们容易，因为他了解。现象是假的，物质现象是假的，精神现象也是假的，自然现象也不是真的。啊，他了解的非常透彻，所以放下很容易。啊，这是我的一个看法。啊，将来佛教的时候，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他们出家，他们来继承。啊，来继承如来家业。啊，佛法讲得好啊，诸佛如来的红船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啊，众生喜欢宗教，他以宗教的身份出现；众生喜欢科学，他用科学的身份来出现；喜欢哲学，他用哲学的身份来出现。佛法是圆融的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没有分别。啊，所以我想法很可能将来，啊，哲学跟科学继承了佛法，啊，这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啊，那我们学了60年，接触到最近的这些科学报告。啊，看到这些科学家对佛法的时候感到非常惊异，那是惊喜呀！啊，所以他也是科学的最高峰啊。
那么善的标准啊，是法佛法，佛法的标准，无界是善啊，是法的是标准，在中国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全都落实了啊，你表现在外面就是威仪有责啊，这是个标准啊，你的行住坐卧，你的言谈举止，你的起心动念，是一切众生，是人天大众的标准。这是最好的标准，是与自信性的相应的标准。那么这个人我们就晓得他将来是一代的大师啊，他继承了如来家业啊，现在在世间不多啊，往后慢慢会多起来啊，这个人大公无私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所以都是善的。深言之呢，实觉之妙其本觉理，才是与善相应，这个境界就高了。这是正果的人。凡夫做不到啊，但应地之此地一善，就近不利诸莫作众善奉行啊，表现在外面究竟佛果妙觉如来，也是诸恶魔作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。这三句是佛法讲的第一善。你看第一善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诸恶魔作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。说绝了，这三句话，浅言之对凡夫说，深言之是等觉菩萨，是妙觉如来啊。下面我们看根究本宗啊，讲到我们净土宗，十界大势至法王子之念佛法门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。都是六根。孟子说过，孟子说，学问之道无他了，求其放心而已，跟多舍六根的意思非常接近啊。这是儒家了，孟夫子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，他所说的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是一样的啊。我们前面读到的菩萨
不住闻尘，不住色尘，六根不住六尘，就是毒蛇六根。啊，把眼耳鼻舌身意收回来，不要向外去攀缘，收回来，你的心就定了。啊，我们心为什么定不了？六根心都在外面，啊，一根在里面，一根也圆，前五十落实的印象，落下的印象，啊，在哪里呢？在意识的相分里面，意识的相分，对外缘前无根的落下的印象，对内它缘阿赖耶，缘莫那什。所以他的能源境界非常广大，啊，你要不把他抓住，你心就定不下来。啊，大势至菩萨言语很简单的，对修学非常非常重要啊！多能受持，净念就现前了。净念相即，说明你里头没有杂念了。这个净念是什么？就是一句佛号。下面说了，一声佛号，六根俱舍，即六根自断也。啊，临风偶业大师，这两句话是他说的。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服。心即是佛了，六根自然悉皆是佛。这是讲到念佛法门的，至少每天在修行定课用功的时候，我们六根决定不远外头六尘境界。啊，你在念佛，看到有人经过，哎，还仔细看一下，你受他影响了。你跑，你心往外头跑了。听到外面有声音，啊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，你只要有反应，你就二十跑到外面去了。啊，那怎样才收拾六根？念佛的时候，
心里头只有佛，外面东西没看见，外面音声没听见。为什么？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这个心识呢，就是心识啊。你眼识收起来了，视而不见；耳识收起来了，听而不闻。你所听到的、所闻到的，就是那一句佛号。这叫梵文文字性呢、啊，性成无上道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念佛三昧现前了。啊，这就是六根俱舍，六根自断。啊，临风大师真言句话讲得好。啊，我们心本来是妄念很多的，一集中在佛号上，妄念就没有了。啊，妄念全变成阿弥陀佛了。啊，心即是佛，六根自然通通都是佛了。啊，六根是佛了，给诸位说，六根对象六尘也是佛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古人二鼻口舌皆当自断，自断者一声佛号，六根自然断正也。自然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啊，这善是什么呢？这是心是佛，这善呐、啊，完全回归到自信了。啊，你用功，这个功夫是事先作福。啊，做什么佛呢？做事先是福。大乘经上佛常说的，本来是佛。啊，你本来是佛。你现在要是心是佛，你就回归本位了。啊，是心做佛了，就回归本位了。这是真善呢、啊，绝对的善，这不是相对的。啊，屏幕重复劝勉，因。弃卧之善啊，这个弃欲之卧暗合专尘这一篇最后佛慈悲到基础啊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劝勉我们，应该要把欲放下，要把我放下。啊，欲是欲望，欲望是我之源，贪嗔痴慢是我的因，你只要还有欲望存在，你决定造我业。啊，所以欲望啊，越少越好，少到没有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佛没有欲望。万云放得下了啊，欲
佛把它归纳为五大类：财色名食睡，叫五欲。啊，凡夫还有这个身体在，那么这个五欲还离不开，要把它降到最低的界限。世尊当年在世，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他给我们实现的气欲之物啊，做榜样给我们看的，不是做一天两天的，做了一辈子。从19岁离开家，到79岁圆寂，他能保持。几十年如一日啊，慈悲到基础啊，我们要明了，要能体会到。这一种慈悲的大德，在先前这个时代，美国布莱登先生说，我们如何应对明年这个灾难啊，2012，我们现在看的许多征兆，这个灾难不是假的。啊，他提出了三句。第一句，气卧阳山，跟此地气郁之卧有个意思。我们要把一些卧的念头放下，卧的言语放下。我的行为放下，才能够平安度过这个艰难。不放下不行呐。啊，要求我们在言行上做到下面四个字：安、和、专、诚、身安、心诚。啊，行要专，态度要和，啊，这四个字表现在外面。不但自己能度过这个灾难，也会感动别人。
啊，这个头戴得好啊。啊，因为这四个字，灾难当中啊，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。啊，你能做到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把欲握放下了，所以你才深谙啊，太好，太多啊，行专行成，是这个是欲的是，爱好与贪求也。这两个我们把它放下了，没有爱好，没有贪求，一心只知道念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要说我们的欲求，我们对这个世间没有欲求，对娑婆世界没有欲，没有求。啊，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我们求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欲大乘一章第七卷说，染爱成净，名之为欲。啊，尘是什么呢？色声香味触，这是五尘。啊，此五者，能起人之贪欲，所以又叫做五欲。啊，五尘就是五欲。知度论曰。五欲又名五见，破种种善事也。是故世尊劝诫众生，勿随意施欲。啊，这个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，这就是修行，真修行。对于饮食起居随缘。啊，不要在这个里面生起贪心。啊，有可以，没有也可以。啊，也不必故意，一切随缘就好。啊，佛常教我们，随缘不攀缘。啊，我们要想吃些什么，穿些什么，这就是攀缘。啊，跟大众在一起，样样都好。啊，这叫随缘，随缘没有烦恼，心是清净的。攀缘，你有起心动念，你心不得清净。啊，所以不要随时欲。且住狱之中啊，淫欲之毒最深，故戒出家人手中断淫也。啊，这个是五欲里头最深的，伤害最大的。啊，会引导你堕地狱的，引导你做杀盗淫妄的，这就是淫欲。啊，所以佛慈悲也。啊，对出家人，头一个是断欲；对在家人的戒律，头一条是不杀生。啊，这最重的出家戒律头一条是不淫欲。
啊，因为在家人，他还没有发心呢，出离六道生死。啊，所以欲没有断。那出家呢？你都是为了生死出三界，了生死出三界，这个障碍，淫欲第一，最严重，就先要把它断掉。啊，若能离欲，则可不犯诸我。这个欲是五欲，五种欲的财色名食睡，统统要把它放下。啊，你自然不会作恶了。啊，是乃身劝诸恶莫作。啊，这把诸恶莫作了。讲清楚，讲明白了。啊，下面是颜色当何？言语。啊，色是容颜。我们讲的颜面色。啊，现在讲表情。啊，你的言语。表情要祥和，还原观上讲的如火啊，要避免粗暴啊，说话。声音不能太大啊，举止一定要端详，不能过于急躁啊，这些现在人不讲究了。啊，我们看200年前僧曾国藩在世，曾国藩对他子弟的要求啊，对他晚辈的要求非常严格。你看他的家书家训你就知道了，那些要求是做人的基本道理。现在人不懂啊。我觉得我们将来如果办佛学院，曾国藩的家训可以开一门课。必修课啊，里面全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啊。你不学，人都做不好，怎么能做佛？啊，经典戒律威仪里面讲的是很多，也讲得很详细。啊，怎么落实？曾国藩家训里的就是落实。啊，子弟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过失，他全把它说出来。
啊，现在人没有了，你有过失，人家不敢讲你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最好看曾国藩的，啊，对他晚辈的教训，我们在这个里头吸取教训，认真修学。啊，这才有好处。啊，对于播饭主是呢，身劝诸恶莫作。啊，这个里头有《弟子规》，有《感应篇》，有《十善业道》。啊，中国古人家家都有家训，啊，像《了凡四训》，于尽义欲造神迹，都在这一句经文范围之内。啊，不学怎么会知道？颜色长河就是四摄里头的爱欲。啊，四摄法是世尊教给我们与大众相处的四条界。啊，人不能够脱离人群，跟大众在一起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啊，这就是四摄法。我们当年2008年、2009年，我们在新加坡团结9个宗教，做得很成功。啊，当时新加坡有一位部长曾思森先生，啊，他问我，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些不同宗教团结起来？我说这是佛教给我的。他很惊讶，佛教的？佛怎么教的？是四摄法。啊，他对这个很重视。啊，四摄法里头第一个是布施，这个布施，我们用现代人的解释，是送礼。啊，人跟人往来的时候，头一个就是要送礼。礼多人不怪呀，啊，你要懂得。啊，我应邀到新加坡讲经，法缘非常殊胜，啊，演培法师有一天请我吃饭。啊，在林芝素食餐厅，啊，就我们两个人，没请别人。啊，他也是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
你的法缘为什么那么好？我就告诉他，行四摄法了，头一个布施啊。人家要我来讲经，我还没有来，先把这些经论善书啊、戒缘的东西啊，通通都寄过来了。啊，听众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拿到了，欢欢喜喜。啊，吉隆坡，第一次去讲演，我们的活动像只有两天的。啊，我们没到吉隆坡之前，啊，运的戒缘的东西，卡车已经装了两个卡车，运过去。啊，差不多有七八吨了。啊，礼物先运过去了。啊，我到日本去访问，送给日本净土宗，每一个道场一部大藏经，送了30部。啊，这是四摄法里的布施。啊，人皆欢喜。啊，第二个爱语。啊，爱语是对他真正的关心，这叫爱语，不是说好听的话了。要为他着想啊，他有哪些困难，帮助他解决啊，真诚地爱护他，关怀他，照顾他，后面就是互助合作啊，这做朋友啊，第三个是力行啊，我们所作所为对他有好处没有坏处啊，得人家欢喜了。宗教与宗教之间最怕的是拉信徒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宗教与宗教之间最怕的还有一桩事情，自赞毁他啊！我这个教好，你不如我，这个话不可以说，要平等，要学谦虚，要学赞叹别人，人家才乐意跟你往来啊！你要自己赞叹自己啊，要回望别人，错了，别人就跟你划界限了，永远防范你，你不就错了？啊，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呢？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相同，啊，在过去，人与人之间，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的交通，没有资讯啊，真的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啊，我小时候住在农村，确实有老人，一生
没有进过城，连城市都没去过。啊，城市不远呢，我那时候要走路，啊，都没有去过城市。最近的，就是居住自己地区的小镇。啊，所以形成许多不同的宗教啊，都是神圣在教化一方所实施的。啊，我们这种观念，他能接受，他欢喜。啊，所以对一切宗教都尊重，啊，绝对没有批评。啊，普遍赞叹。啊，四摄最后一个是同事，同事很难做。啊，我们只能够做狭义的同事，不能广义。啊，狭义是什么？我们要团结，我们要互相学习。啊，不但学习我自己的宗教经典，别人宗教经典我统统学，我非常认真努力在学习。啊，狭义的。啊，广义的同事，那要证了果的人才能做到，不证果，不容易做到。啊，所以深信，啊，这个四摄之爱语，摄活者，慈光。如何制止？啊，心地真诚，颜色如何？啊，大家喜欢接近你。啊，身行自身之所行，专是专一，专诚专敬，所以身行当专。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啊，教之道啊，贵以专呐、啊。学多了，学杂了，你就不专，不专呢，你的心力分散了，你的时间也分散了。你所得的东西有限，多半都得一些皮毛知识啊，你得不到三昧，更得不到智慧啊！你要想得三昧，三昧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啊，智慧是从定中发生的啊，所以清净心生智慧，平等心生智慧啊，没有智慧，你所学的是常识啊。我们从现在人话说是知识，你的知识很丰富，你没有智慧啊。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。而且往往有后遗症，智慧没有。智慧解决问题是圆融的啊，所以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啊。我们在经教里要求智慧啊，求知识就错了。
啊，是专精行道啊。若就本经呢，再劝一向专念啊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动作是行动，展示是看，许是缓，故动作展示安定虚位。这是必须要学的。学什么？学稳重，学安详，学镇定。啊，要把现在的人那种心浮气躁要把它洗干净。人要表现的是心浮气躁，你就知道他再勤奋再精进再努力，他所学到的东西都是皮毛常识啊，真正的内容他得不到。这印祖所说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那个利益是真的啊。事出世间甚学都要用真诚心去学习啊，我们学其他宗教经典也是一个道理 我跟许多人谈到学习的问题啊，我跟马哈迪长老说，我读古兰经，他问我你是不是读中文的翻译本，我是的。啊，我有好多版本啊，我读古兰经，我说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。他看着我，我要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，我体会不到经里面的奥义。他点头啊。我们读古兰经，要是把它看到，哦，那是回教的。这里头有个界限，你所读到的是皮毛常识，你怎么能了解它？啊，我说我读新旧约，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。啊，印祖说的吗？一分诚敬你得一分利益吗？十分诚敬你得十分利益。你有百分诚敬你就得百分利益。啊，所以我们读的，我也曾经讲过，我讲过古兰经啊，啊，他们听得很欢喜，觉得我讲的不比阿訇差了。啊，我讲的玫瑰经在天主教啊已经流传开了。啊，光碟已经到处都有了。啊，你不是真正虔诚，你怎么能知道他的意思？啊，我们带头来学习。啊，我们学习他们的经典，他们也会学佛的经典。啊，但是他们学佛的经典，可能也学一点皮毛常识。什么原因呢？
沉浸心做主的。啊，他有真正的沉浸心。啊，我们翻开圣经，啊，用对阿弥陀佛的真诚，对释迦牟尼佛的真诚呢，来对耶稣，啊，来看耶稣，来看摩西，啊，我们能看经典里头的真东西啊。啊，我们翻开过来，啊，就是对诸佛菩萨那种沉浸，来对穆罕默德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离不开一个尘。人要能把这个东西掌握住，你决定有成就。啊，真诚的人心是定的，心是清净的。啊，浮躁的人没有真诚。历经叛道的人没有真诚，啊，自以为是的人没有真诚，真诚的代表，孔子算是不错的啊，述而不足，信而好古，真诚表露出来。啊，述而不足是谦虚恭敬啊，对谦德啊，了凡四训里头讲谦德讲得非常之多啊，满招损谦受益，上述说的啊，自以为是，这是满招损的。人家看到那个态度，对你们敬而远之。啊，你谦虚恭敬，真得到利益。那为什么别人真叫你，真劝导你？自己许多过失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谁肯跟你讲？没有人。在古时候，真正说你过世的只有三个人：你的父亲、母亲、你的老师，就三个人。啊，朋友不敢说。啊，说什么你不能接受啊？这交情就断绝了。啊，朋友之间相处要知道察言观色。啊，口里说很谦虚恭敬，啊，请你指教。你要马上去批评他的时候，你看他颜色就变了，脸就红了，就不能再说了。啊，话题马上要转开，否则话再见面就难为情了。那么现在麻烦大了，父母不说你了，老师也不说你了，你如何能改过自新？啊，那怎么办？现在只有找古人。啊，了凡四训好。啊，像感应篇这个都古人作品。啊，弟子规全是古人作品，找这个。要想真成就，把圣贤的条件具足，
基础打好，这些东西不痛下功夫做不到啊，把它看浅了，那问题就严重了。哎，你像盖大楼，你永远没地基。你怎么可能成就？啊，中国现在这些典籍还有家规，我记得好像有家训、家规呀，有人把它专门收集起来，印成一套书。啊，是从别人家谱里头收集的，这个很好啊。曾国藩的家训、曾国藩的家书都可以读啊，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，特别对于现代社会啊，这只是自求多福。现在找一个好人来劝他们，找不到了，你不敢呐、啊！安定虚为就是一举一动都安详镇定、从容不迫啊，仓促、匆促、慌忙。这个仓促就是现在所说的心浮气躁啊。第一，审慎，做事慌忙，必将失败与后悔。可是现在的社会要求的是快，动作要快，讲求效率那我们细心就观察，稻盛和夫他违背了今天社会上一般的要求的原则，他违背了，他走中国古老的路子啊，50多年的经营没有失败啊，营业从来没有亏欠啊！看看别人的公司，在金融风暴、泡沫经济时候都有受伤害，他如如不动啊！这些地方能看出啊。别人看起来心浮气躁啊，他老人家安详镇定、从容不迫啊，所以对他不产生影响啊。不该做的决定不敢，所以不义之财啊，他没有贪心的，不劳而获。这个事情都不敢啊，商场上投机的生意，人家劝他做，他不做，他这个是不劳而获啊。投资房地产
啊，他要做的，自己一定是真正辛辛苦苦去耕耘收获的，但这是他应该得的。啊，投机取巧，这万万不能做。啊，所以一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啊，而且盈利，他不把自己看得低，他把员工看得低。啊，盈利，利益归谁？第一个归员工，员工他们的辛劳，啊，不忘记他们。第二个顾客，为顾客服务。第三个还有利益是公司的，所以他的员工把公司看成自己的家了。他真干呐！啊，实际上，他就是把中国古代家庭、啊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，他继承了。他用企业做成功。啊，这以前我们不知道啊！啊，我叫胡小林的，就是这样一个想法看法。啊，胡小林做到了。啊，规模没有他大。啊，做得很稳当啊。道生先生这两个企业值得去参观去学习啊，企业家应该去好好的考察啊。道生先生身体还不错啊，有机会可以请他来讲学啊，特别是企业界他的经验很丰富，他的学问全部都是得自于中国传统啊，两三年前老祖宗的教诲，如果所行不慎，那就王室功夫，王室丧失功夫是修持的功力，你就丧失了啊！经营事业，那你就失败了。中国的事业真的它是讲求千年万世的祖宗立下的一些规矩啊，世世代的子孙如果能够继承，他可以立于不败啊。所谓是百年老店呢啊，在中国现在大家能看到同仁堂，同仁堂大概有三百年老店的，他们的人非常本分，非常忠厚，啊，他们东西没有人不相信，货真价实，规规矩矩的做，啊，他所以他永远不败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